2022年的湖南台春晚官宣了演出阵容，不少明星都画出伏虎，发文表示将会参加，令人倍感期待。有李承铉、高圆圆、白鹿、孟佳、刘宇宁、周深、周也等人。1月24日中午，工作室晒蔡徐坤手绘小老虎官宣加盟湖南卫视春晚。他这次参加湖南卫视春晚，算是驾轻就熟，而且今年还是蔡徐坤的本命年。蔡徐坤晒出一个威风凛凛的老虎，这星目剑眉和头上的王，一看就是有野性的小老虎。蔡徐坤作为顶级流歌曲非常出圈，从姐姐到哥哥，每个舞台表演都有挑选他的歌曲，不断的刷存在感，也让观众注意到他本身的歌唱实力。而且因为《奔跑吧兄弟》里的表现，他本人也圈了不少粉。湖南卫视这次的春晚请到了这么多明星，想必会精彩纷呈，我们一起期待吧。